啊，我跟你们说什么？就是教你怎么用手都洗好肮脏的衣服。如果我们呢，用那种这么强力的，将它压起来，很容易震坏这条衣服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它个很强力这种感来的，比较肮脏的嘛，这种水很强力的，将衣服很容易洗到几次就会弄破了了。咁我要怎么样哈？首先呢，你条衫系干嘅喎，干嘅，咁啊，弄湿咗之后，放呢度15分钟啦，咁啊，嗱，你试啦，怎么试啦哈？头先我呢条衣服这样，先整难多嘅咧，我呢条弄好啦，咁啊，搽啲番茄，已经弄湿了嘛，咁啊，搽了咗之后咧，成条咧。擦到真的肮脏，因为你放上洗衣机也不行的，因为某一个地方好肮脏，因为那种的嘛衣服工衣做工那种衣服真的好肮脏的，所以变成呢，你可以放洗衣机，还不可能帮你洗的，关于肮脏啊污渍全部洗掉了。我怎么做就是这样，我不浪费时间了，OK。咁然后呢，我擦就完了哈，咁啊，譬如我洗两条啦。咁啊，两条啦，还有一条啦，OK。咁我照样系咁样，弄啊，呢条工衣真的好肮脏啊，将啲肮脏嘅地方咁啊，擦擦均匀了啦，我两条啦，咁啊，擦到均匀了啦，咁啊，然后咧，咁啊，两条擦了啦，OK。咁你抹布咧，这个擦呢、这个就要海绵嘅，呢种是很粗粗嘅，呢种系双层的。咁啊，弄湿就水啦吓，唔使咁多水噶嘛。咁啊，然后咧，清清条呢度粗嘅海绵最上面，因为如果你这样捽它咧，不均匀，因为主要它是表面的，你不用太大力索，不用不用，小小的咁清清清清，咁你摩擦一下啊。咁啊，然后咧，个袋咧，摩擦一下就 OK 噶啦。好用啊，洗衣板啊，为什么洗衣板系硬崩崩？咁你薄面嗰度洗衣板，譬如说人家用洗衣板搓搓，咁跟住裤脐布咁可以搓烂了，所以变成你找到个对嘅方法，你嗰条衫可以洗好多肮脏，还有洗好多肮脏啦，咁啊，时候都肮脏啦。咁啊，譬如说嗱，我呢度今次擦了番茄啦，肯定擦啦。为什么呢、这个毛病咧？我以前都话，系没有用嘅，积咗就会很臭啦，或者不均匀嘅个肮脏。咁啊，最后咧，屎板也不好。屎板咧，嗱，好想当呢个屎板，擦擦擦。咁我问你啦，系咪就烟呢度摩擦很容易烂掉啊？所以变成咧，你就要买一个海绵，呢个很粗的。咁啊，譬如说我炒好番茄啦，剪啦，冇咁大力，不用大力，剪梳啦。咁啊，梳，其实工艺咧也不需要很工整，也是咧，即系你试咗表面嘅肮脏就可以啦。嗱，你看，你看，好啦好啦，我尽快啦哈，我嗰条等一下先试啦。洗了咗之后咧，我尽快做给你看一点点啦哈。咁啊，将呢度咁啊，贴上我做呢度安装啦。咁啊，少少力，冇咁大力用个叉没有用嘅，因为叉咧，譬如说用呢种咁嘅叉咧，好像呢种咁嘅叉咧，譬如说呢度一支支噶嘛，因为你咁缩缩缩，咁啊。呢度转动哪里缩得到，对不对？你缩系稳笨嘅，如果你缩的时候呢度系圆的嘛，或者硬崩崩也是缩不到，所以倒不如发明这个，用这个拉力鼓嗱，这样嗱，因为呢系粗的，你不需要很大力嘅，小小力就表面动一下就 OK，因为多数肮脏咧就表面都肮脏嘅啫，所以你压夹随随便便就上面扫一下就可以啦。我觉得呢个裤子梳得很干净啦，就是这样啦。呢个利用呢度，好方便，好用，不可以用梳子，梳子令到它咧系麻烦嘅，梳子系梳不到干净嘅啦。
我教你教个洗衣服的方法，因为你不可能某一种衣服呢，是不可能完全是用洗衣机的，用手来洗呢，有它的需要的。那你看，如果你洗衣服的时候，好像我刚才洗完了，咁拿着杯子，为什么？你洗一下。如果我们一只手呢，我教你洗手的方法。那其实我这一手好肮脏了，我教你方法。有一只手很多油，很多肮脏了，你就这里，这样一桶水，它紧很快，你看，你也滑闪闪了，就是捉到一种的兜里，可以放在洗衣服里面，就是这样。那这里我给你看的水还没有用的，因为你水还没有证明，可能你的裤子脱出来的颜色呢，所以最后呢。就是你嗰种感觉啊，我觉得很干净啦。啊，这样洗嘅方法系 very good 啦，就最好噶啦。拉上来，不水也全啲水咗嘛。我刚才说完了嘛，这样嗱，这样啦，嗱有过水啦，放在一边啊，给它滴干一点点水。咁啊，再来一次衣，哦，三次啦吓。然后我为什么告诉你呢样嘢蛮重要？如果为什么我刚才对你们说一条衣服弄湿了去擦干净，为什么你不可以浸下去浸这么久的？如果你浸这么久呢，你看你那里用铁做的，我算不锈钢的铝的，后面也是完蛋的，用没有多少次呢就很容易脱烂的，所以你最后呢这种要受你洗的不可以浸，弄湿了好像这里弄湿了弄湿了放一边，我等一下来洗，就是避免到你的这条拉链避免这条拉链给它浸坏了，所以我对你说用这个方法是最好的，好像这里每一条有刺的工艺是最容易有那种拉链的，这条工艺也是有拉链的这里也是有拉链的，你看，所以你不可以剪的，那这是铁来的，我就不阿鲁米尼也是没有用完蛋的，所以最后呢，用我这个方法弄湿了，放一边，然后用这个方法来洗，用它刚才用那个方法来洗 ，very good， 所以你洗到一条衣服，尤其是工艺来说，我们不可以用那种很强的那种。水来浸它的洗它的那种啊强力那种啊，比如说很强力的洗油机那种很强力的洗它，漂白水也好，什么很强力的浸它洗它，那条生完蛋了。所以最后的方法，我在想了很多年，甚至先想到，好，希望你们洗张漂亮的衣服出来，拜拜。